有什么好玩的？唤醒我的代价，可是要用鲜血来支付。啊，说吧。由我出马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如果我也成为绿者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头发。见面，后继者，我的名字是华班长。嗯，没什么，多谢你的，至少你要坚持到那一刻，这里远比你想象。我不认为自己有教导你的资格，我只会与你同行。艾丽西亚给我的那枚徽章颇为相似的感觉。我准备好了。小心别被他吃掉啊。你不必跟随任何人，更不必跟随我，我们会对你予以援手。准备好了。
所见，与那个凯文齐名的地。我会为你演示一些战斗的技巧，不必急于悟透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你也是在凯文许可之后才进入乐土的吧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可以更光明正大的看向我，毕竟我也一直在。计量配比。
艾莉西亚的贴心提示，伊甸。给予的仁慈仅止于此。看清敌人的破绽，不要有丝毫的懈怠。机会。抱歉，我其实不是想向你说教。抱歉，我没有同伴们那样纷繁的特质，我所有的不过是过往的经验。艾莉西亚的贴心提示，如果见到凯文在大厅里，多穿点衣服。如果我什么都能做到，那就不会出现那些必要的。
转万象。在迷茫的时候，就想想你是为何而……抱歉，我似乎把你的身影和太多东西重合在了。计量配比完成。这是。剑伤还有，历历浮生，无非的姿态怎么都看不腻呀、啊！
看来他注意到你了。他？哦，是其他融合战士吧？这么说来，我准备好了。猜猜我为你带来了什么？金色的闪。在期待和我相遇吧，我知道。我准备好了。嘿，你这。你好，我叫雷电牙医。继续，绿蛇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是我习惯的节奏。不够，还不够。哪怕只剩一息尚存，这场战斗也绝不会结束。绿蛇，你的力量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拿出你真正的本事，让我知道你有被我殴杀的资格。没错，绿蛇，如同你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，把这片纷争的乐土化作真正的地狱。我得保存体力才行，这家伙很强。是我习惯的节奏。走吧！为什么还在迟疑，绿蛇？来打我呀！释放你真正的疯狂，用你的全能征服这片战场。这些崩坏兽的反应不正常，他们不是冲我来的。那又如何，绿蛇？这是无尽的战场。这是熬灭的路途，不必分辨正义与否，你只需要宣泄心中的怒火，斩断一切，杀尽一切，将一切都燃烧殆尽。你的小把戏结束了，要动手的话，那就来吧。许瑞，由我出马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来打我呀！走爆！
我能给你的帮助有限，但我为你演示破局的技法，但真正的力真是个讨厌的东西，你不觉得吗？如果不是时间，上一次睡觉，计量配比完成。不要害怕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前进吧。要是我把头发留得像鹰那么长，会不会？所谓刹那，不过是唯有在生死的一瞬，才能得以展露的奇迹。我准备好了。
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。即使脍炙刹那之境，也难以斩断内心的迷惘。在这一点，这些刻印指引我们走到如今，也是他。战斗的样子如此绚丽，就如同漫天的飞花一般。我准备好了。对待敌人无需怜悯，那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但
兄总要经历这些痛苦。看你的表情，你一定已经见过千劫了。我了吗？哎呀，真可惜，这次的巨量配比。这刹那之名凝聚了我在战场，我不想让你走上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路，但我准备好了。去吧，走出属于你的旋律。虚之握，转万象。
憎恨。旅途漫漫，但你绝非孤身一人。我准备好了。心静气，不要被乐土中的暴力杀伐之气所困。森罗禁断，为人类而战的绿者，继续前进吧，我期待着你真正破茧成蝶的那一天。
乔乔告诉你哦，我一共准备了40种不同的开场白。小白鼠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世界千载难逢，试着去看清那些被我们遗漏的事物。我准备好了。
是绝非易事，有时我们甚至连拯救一个人都很难做到。
准备好了。有没有觉得我的话要比别人多一点？我准备好了。我会在前面等你的，答案并非一定就在那里。Thank you.
这是歌声。